什么是房贷经纪人？为什么我要使用它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房贷经纪人，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要把它解答的简单易懂一些。房贷经纪人是银行的特许代理人，我们接受培训，了解其贷款产品及政策，以便我们能够代表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客户提供建议。此外，我们定期接受审计，以确保我们的工作正常进行。但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比银行更多的利益，因为作为房贷经纪人，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银行和贷款人，这包括大型银行和信用合作社，以及你平时无法接触到的非银行贷款公司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通过一次向不同的银行和贷款公司提供资料来节省时间。我们还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推荐最合适的贷款产品，向您提供建议。我们的工作经验和人际网络将为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主意，向哪里发送您的资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仅重点关注您的利益。我们帮助您选择适合的银行和贷款产品。谁应该使用房贷经纪人呢？我会说，每个人。如果您正在考虑对现有的房贷征求建议，想再融资获得更好的利率，再融资获得更高的贷款金额，甚至购买新的房子，请您务必免费咨询我，预约与我们进行沟通，期待很快能够见到您。 Insta Decisions， 我们为您工作，而不是为银行工作。联系我们 info@instadecisions.com。